整个设计是可以客制化，是一个最大的卖点。因为我们这间旧屋翻新的主要理念是，好像以五线谱为一个设计的主轴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了。我是 Leo，我是来自 El Plaza Studio。其实是在社交媒体那边看到 Bill Gates，就看到 review 是蛮好的。整体都是以我的设计理念为主啊，整个 installation 都是非常快速的，然后也非常的有效率，所以我们都非常开心了。整个 outcome，然后在社交媒体也是有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回响啊，尤其是在 before after 的一个过程，都是非常的惊为天人啊。主要是整个过程会觉得很舒服了，在接触的时候，然后回复也是很快速。可能我们都是服务行业，都会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服务啊。我觉得整体都 OK 啊，我们都蛮满意的，101分。